喜欢小麦健康笔记的朋友们，要先请各位帮我们记得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多留言咯。我有一个学生，36年制的大姐，她去年九月不小心从浴缸哦跌坐地板，臀部先着地啊。她第一个想到保护什么？一般老人家跌倒以后头往后仰，撞击到后脑就很严重了。她想到的就是赶快做一个卷腹。那结果跌坐地板，正常来讲最怕跌破髋关节。当这个人髋关节破掉以后，可能就卧病在床，真的就等待死亡。结果他那么扁薄的屁股竟然碰触到地板的时候没有破，髋关节跟腰椎都没有破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，就是很多大家都知道银发族的朋友是摔不得的，因为只要这个一摔倒之后所带来后遗症是一大堆。那很多那个长辈朋友都会说，很重要的是我要来存骨本哦。存骨本他们的方法通常是我吃很多钙片，吃很多保健食品，但是这个可能都不是根治的方法。到底该如何好好来存骨本呢？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体适能教练徐东英徐教练要来跟大家分享。教练你好。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好，教练，我首先想要问一下，就是哦，我们都知道很多老年人他们都会说我要存骨本嘛，那我就吃很多钙片，吃很多保健食品，但是事实上这个其实是治标不治本，对不对？其实各位假如说要存骨本哈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一个我去听一个骨科医生讲，要如何让你的骨密度提升哈，三个步骤。第一个，你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你每天呢最好摄取那个大太阳下，就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左右的日正当中的太阳，直射20分钟，就让它照20分钟，那你的维生素 D 才会够。那第三个就是要靠运动训练。那为什么讲运动训练对骨本会有帮助呢？其实它是透过肌力训练，也就负重重量训练，让你的肌肉产生破坏，然后增加肌纤维，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的骨密度才可以提升。也就是说你光吃钙片但你身体不吸收没有用，但是你透过运动训练以后，它有破坏它会需求嘛，这时候摄取可能会更好。所以为什么讲要透过肌力训练？我们讲说很多人老人家以为说散散步就可以存骨本，或轻松的跑步就可以存骨本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因为你的肌肉负载的重量不够的时候，肌肉不太会被破坏的时候，它要增加很难。所以我们讲说重量训练好，我们讲肌力训练、重量训练或阻力训练，这三个都叫负重。那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哈产生一个肌肉收缩，一个伸展，来回的距离一样叫等张训练。那第二种负重方法是，我固定一个姿势，我这样提一个20公斤的哑铃，然后这时候肌肉长度不变，这一种叫等长的肌肉训练。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等张、一个等长收缩，好，让它产生负重的效果，它就可以增生破坏。那破坏以后，肌肉纤维再增生以后，它就可以让你的肌纤维变厚实。那我其实上很多年长者上我的课以后，他除了好的运动训练之外，摄取好的蛋白质以后，他甚至可以增加体重到3到5公斤，而这3、5公斤绝对都不是脂肪哦，全部都肌肉，长得很漂亮。所以原来很干瘦的人到我的教室以后，慢慢的就可以增肌减脂，保密防跌。这跌不是匪跌的跌，是跌倒的跌。教练，你有说到跌倒的跌哦，其实这个长辈朋友最怕就是跌倒。那跌倒它所后续引发的问题蛮多的，因为致死率高达20%，而且很多长辈就因而就卧病在床哦。那可能很多这个年长的这个阿姨啊，或是伯伯们，他们觉得说，哎，我不需要增肌肉啦。但是是不是其实你增强自己的肌肉，尤其是在跌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保护自己？其实我们这样解释哈，肌肉我们假如说练我们的核心哈，举例哈，核心在胸肋骨以下，在髋关节以上，这块核心肌肉是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、敏捷跟协调。当这一块肌肉出问题的时候，会有5个症状。好，我举例哈，当你起床感觉到头跟肩膀要离开床部已经很费力，这时候是核心出问题。第二个，在床上要挪动身体，要翻身，也很吃力，这也是核心出问题。第三个，看到矮凳子或蹲式马桶不敢蹲坐，
就表示核心也出问题。第四个，爬楼梯爬没有几阶，开始用手拉，也是核心出问题。第五个，进出房车轿车啊，很慢，也是核心出问题。你五个指标只要有一个吻合，你的核心就要赶快练。为什么？当你核心出问题的时候，你可能卧病在床的几率很大。那每一个人都很怕躺在那里等待死亡。所以我的年长者，我就告诉他哪一块核心，哪一块肌肉上腹部核心会影响到你起床的能力。你只要需要人家扶你的头跟肩膀起来，你就被照顾的时候，所以你离卧病在床的几率很高。那你只要把这一块肌肉练好，你就不太担心这卧病在床的问题了。那其实核心呢，我刚刚讲，它跟汽车的安全气囊很类似哦。安全气囊在车子发生冲撞的时候，它会爆开保护驾驶跟前座嘛。那其实那个核心也有这样的雷同哦。我举一个实际案例哈，我有一个学生36年制的大姐，她去年九月不小心从浴缸哦跌坐地板，哦，就是出来的时候，对，没有站起来的时候，她去拿毛巾，就一个不小心滑了以后呢，就脚还挂在浴缸里面，膝盖在浴缸上面，然后人是跌坐地板。那这时候跌坐地板，他的臀部先着地啊，他第一个想到保护什么？一般老人家跌倒以后头往后仰，撞击到后脑就很严重了，他想到的就是赶快做一个卷腹。那个时间大概只有0.几秒，他其实毫无意识的他就自然会做这个动作，他因为他想到的保护他的头嘛。那他脚这一块肌肉没有力量，他怎么会记得要怎么做呢？所以他就做我们课程里面有的，就一个卷腹动作，一缩保护他的头骨往后仰。那第二个呢，他的髋关节骨密度负3.5，腰椎负3.1，他的屁股很扁薄，因为他体重只有41公斤。那结果跌坐地板，正常来讲最怕跌破髋关节。当这个人髋关节破掉以后，可能就卧病在床，真的就等待死亡。结果他那么扁薄的屁股竟然碰触到地板的时候没有破，髋关节跟腰椎都没有破。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神奇？跟安全气囊一样，它会保证弹性，那在危机的时候肌肉快速一个收缩，产生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，年长者你只要告诉他说肌力训练的重要性，然后可以减少你卧病在床，甚至连翻身都需要人家帮忙翻身拍背。你去想，这种活在这种世界上，你是一个相当相对恐惧而且没有尊严的。那不是只有躺在那里辛苦啊，家人更辛苦，陪伴者很辛苦，然后都很不舍。那你要如何减少这个？所以我鼓励我的所有学生，我就告诉他们一件事，在瑜伽垫上多流汗，少躺在病床上流眼泪。那我也跟所有银发族讲，你现在的职业不能写无业游民，你要写职业运动员。为什么？你每天睡觉前，明天要先思考好，明天什么时候可以投资健康，要去运动。当你每天可以运动，你就不会躺在那里等待死亡。好，接下来为各位观众设计的是一个卷腹动作。那为什么要刺激这一块肌肉呢？原因是因为这一块肌肉会影响到长辈。年长者会卧病在床，当这一块肌肉失能的时候，人起床就是需要人家扶你的头跟肩膀。那我们假如说不需要人家扶头跟肩膀，必须要让这一块肌肉活化，我们可以设计最简单的仰卧，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，但是我们叫卷腹。两脚打开约肩宽，脚后跟在臀部正后方，我们的双手放在大腿上。那卷腹上来的时候呢，手指头慢慢往膝盖方向爬，你的头跟肩膀也一样往膝盖方向抬。好，来准备咯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二二三，三二一，三二三，三二一，四二三，三二一，五二三，三二一，六二三，三二一，七二三，三二一，八二三，三二一，
9 2 3 3 2 1，10 2 3 3 2 1，好，这样来回14可以刺激这一块肌肉。好，那其实我们这卷腹动作，它的重量来自于我们的头跟肩膀还有手臂往上抬的时候，造成我们这一块肌肉缩短，来刺激这一块上腹部核心。那这一块肌肉呢，就影响到我们所有人起床。我做一个示范哈，年长者起床呢，他的头跟肩膀要靠自己抬起来，这块肌肉非得要收缩不可。好，当你的头跟肩膀一抬起来，这块肌肉就要用力，所以你才能这样撑着起床。当你脚头跟肩膀不能起床，就是人家扶你的头跟肩膀，就表示这一块肌肉忘记怎么使力。所以这一块肌肉脚失能的话，离卧病在床的几率相对的变大。那你脚把它肌肉练好，你就做这卷腹动作，这一块肌肉好，你就起床动作会变得很轻松。你是不是用这种方法说服长辈朋友们？因为很多长辈都会说我不用增肌肉啊。那有些那个长辈朋友都会说我有在运动啊，我每天走很多路，我去菜市场买菜啊，我有做家事啊，帮忙带小孩带孙子啊，其实这些都不算真正的运动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讲说那个有带小孩啦，或那个做家务是比较偏向于劳动。那你说你散步也算是身体的运动没有错，但是它最低阶的，但是它对我们的肌肉帮助是很有限的。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哈，它讲一个现代人要活得健康，每一周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。那其实呢，它很多人只看到这个，所以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它是心肺耐力训练，就是让你做有氧、慢跑啦这些。但实际上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建议是，每周最好做2天的主力训练、重量训练。但是很少人去看到这个，所以很多长者就说啊，我每天都有运动啦。我去演讲听到的所有长者都讲的，他的运动模式就是有氧运动，就很少人去做肌力训练、无氧运动。所以这样对身体对抗老化还有肌少症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就您来看哦，这个银发族他们最需要加强的，除了刚刚你有提到这个核心腹部之外，还有这个髋骨哦，是不是包含腿部还有背部的肌力都很重要？都很重要。其实我们的每一块肌肉一块肌肉连接在一起，像我其实我观察到，就是当长者上腹部核心不好的时候，其实他肩颈也跟着不好哦，嘿，然后下腹部核心不好，他腰酸背痛然后下腹部核心不好，甚至影响到膝盖疼痛。那很多长者膝盖疼痛都一直在找脚的问题。那以为是腿，膝盖上面的股四头肌出现问题。实际上，我的观察，我的所有长者，我发现不是这么单纯。原因是什么？大腿上来就髋关节，髋关节上来才是源头，真正源头在这里。我们所有人膝盖会疼痛，表示大腿使用过度，他大腿带哪里代偿哪里的肌肉，哪里弱化而造成他代偿。实际上，我们的髋关节动，膝关节才能动。当髋关节不能动，膝关节就不能动。所以髋动不了多少的时候，大腿使用过度而造成膝盖负荷太大。当他核心好，髋关节带得起来，大腿不用负担那么大的力量，膝关节疼痛就不见了。嗯哼，对。那有时候长辈去找你的时候，会不会说啊，这些太难了，我不行，因为我都是看到那种什么肌肉男在做的训练，我真的不行。啊，我们都是透过瑜伽垫做啊，用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重量来做负荷。那实际上你要告诉他，哎，我们做这个动作，设计这个动作，它有功能性。我举例来讲，我譬如说卷腹，卷腹动作为什么要做？你告诉老人家这一块肌肉练好，你就不会卧病在床。你说老人家会不会拼命做？然后你告诉他，侧腹部这两侧的腹部练好，你就不会在床上卧病在床，连翻身都需要人家帮你翻，因为你翻身是靠侧腹部做转体。那你假如说这些功能性的肌肉告诉他以后，他躺在瑜伽垫上绝对很认真在操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不做，你可能就这一块肌肉失能，你就卧病在床。这一块肌肉失能，你可能连翻身都要人家帮忙。老人家最怕的是最没有尊严的离开，所以他们也爱面子。所以我告诉他们说，你要真正的爱你小孩，就先从自己爱自己的身体开始。当你的身体好，你的小孩无后顾之忧，他们就可以在事业上好好拼搏。
要不然你现在就出现危机，小孩到底要工作好还是要照顾你好，他反而会陷入一个煎熬。所以我就告诉所有的长者，先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把身体保养好，这个装备保养好，你就可以吃喝玩乐，度过你的晚年。观众，我现在给各位介绍呢，假如说我们时间有限，但是又很想练肌肉训练的话，我会建议做三个动作。第一个叫做深蹲，深蹲主要活化我们的髋关节跟膝关节，它可以刺激我们人体大概70%的肌肉，所以它是有号称为训练之王。那我们深蹲的时候要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两脚打开约肩宽或略宽。哪一些人要略宽呢？就是你柔软度差的或比较肥胖一点的人，我会建议略宽。那脚尖一点点的外八，不要太外八，一点点外八就好，不要内八，也不要平行，就一点点的外八。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，先推我们的髋关节，可以看我侧边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膝关节推就错了，这个是完全错误。我们启动的时候是髋关节一直往后面推，推到你的臀大肌拉到直了，然后腰背挺直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吸气慢慢下蹲，手肘放到膝盖上面，这时候该约蹲的角度就是90度，然后吐气慢慢站立起来，一，吸气下蹲，吐气慢慢站立起来，二，吸气下蹲，吐气慢慢站立起来，三，吸气下蹲，吐气慢慢站立起来，四，这样来回15次，第15次的时候呢，停滞在这里20秒，然后你假如说觉得太轻松，可以把你的手举高，然后做一个扩胸夹背的动作，各位可以看我整个背部的肌肉变化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慢慢站立起来。各位为什么要动手呢？其实手就天然的重量，女生的手一只大概2-3公斤，男生大概3-5公斤，所以当你手举起来做扩胸夹背的时候，整个背部承载重量多了5-4公斤。好，所以你看我才做一下就有点喘，所以它肌肉动员的越多，能量消耗越大，而且训练来讲回馈会更好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操作的是伏地推撑，要趴下来。好，那伏地挺身呢，我们最简单的，我们脚最初阶的人呢，两手手掌按压胸部两侧，约肩宽或略宽，手指头微微打开。那脚最初阶的人，我们做瑜伽的眼镜蛇式，两脚平贴地板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一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二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三。好，假如说你觉得太轻松，这样来回10次，那你可以做第二种叫中阶的，你就是让你的核心不要落地，你甚至可以两脚打交叉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核心不要落地哦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一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二，好，这样来回10次。假如说还觉得太简单，那你就做不落地的直膝的，好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一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二，慢慢推撑起来，慢慢屈肘下去，三，好，这样来回10次。我们就是把伏地推撑呢，最重要设计是让我们的肩关节跟肘关节活化。那我们现代人呢，很容易出现什么？我们的肩背会酸痛，肩颈会酸痛，都是跟你的上背肌肉弱化有影响。那你不断的练习这个动作，肩关节活动可以刺激你的胸大肌、背部肌肉，
二头三头甚至老腕肌肉，所以当这关节动，两个主要关节动，它就可以让你上半身的肌肉全部练完。好，那你可以选择初阶、中阶或高阶的，看你哪一个适合你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要设计的是平板撑，叫轴撑。那平板撑呢，好，就棒式，它的撑的要领呢，两手轴，好，约肩宽。怎么样检视约肩宽呢？就是两手交叠，然后把它打开。那手肘约肩宽呢？肩膀手肘垂直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你在操作的时候，两手可以三角形，也可以平行，好，随你自己喜欢。两脚弓起来，脚趾头碰地。好，闻听撑体开始的时候，用力缩腹，把你的核心拉起。好，撑体开始。好，棒式有六个要领。第一个，你的头要摆正，不要低头，不要抬头。好，脖子跟你的腰椎、脊椎要一直线，所以你的头摆正以后呢，眼睛看着地板斜前方。第二个，你的肩膀、手肘要垂直。第三个，好，你要缩腹。第四个，夹臀。第五个，膝盖挺直。第六个，足踝部成九十度。好，你就一直专注在缩腹这一件事情，然后正常的慢慢呼吸。这样撑的时间要多久呢？你脚初阶的可以30秒，然后中阶的1分钟，高阶的可以做到2分钟。好，其实你就慢慢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它，那你就越来越强大。好，那我设计这三个运动呢，假如说你每一个动作像深蹲，活化我们的髋跟膝，做15组，哎，一组做15下，最后一下20秒停滞在那里。然后你做2组，哈，那第二个动作呢，做腹地推撑，它可以活化我们的髋、哎、膝肩关节跟肘关节。然后也是一样，你去找是中阶、初阶还是高阶的动作，自己找寻自己适合的动作来做，也是做2组。那最后一个棒式，好，你可以先30秒。然后再1分钟，然后也是一样做2组左右，所以整个训练这三个动作训练完，啊，你不只把你的膝关节、髋关节活化，肩关节跟肘关节也活化，然后核心也活化，所以这个动作每一个做2组，大概10分钟，啊，就可以完成的动作。我想请教练，你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些，有没有比较学员给你实际的回馈？除了刚刚您听到这个跌倒的这个大姐之外，哦，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回馈？像是算是成功个案吗？啊，我去年12月收了一个65岁的大姐，哦，她是帕金森罹患6年，哦，哎，她走进教室的时候跌跌撞撞的，哦，就帕金森走路就忽快忽慢，忽快，因为她平衡有问题嘛，哦，所以她会忽快忽慢。现在被我训练以后半年多，他已经可以跑跳，甚至棒式可以轻松撑2分钟。棒式可以撑2分钟，哎，对，那他核心被建制好，把他的尿失禁也完全改善。他之前因为 Parkinson 他那个括约肌出现问题，所以他很容易尿失禁，所以他就会包纸尿布，现在不需要再包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有尿意就可以去上厕所。那核心强大以后就改善尿失禁问题，那核心，哎，那个腿部间歇有力量以后可以跑跳了，走路就变稳定多了。所以其实这都跟核心有很直接关系啦。那所以我的所有的长者，甚至还有更严重的，就是说有一个腰椎受损，然后造成左腿严重缩小，就小儿麻痹一样，他也是透过训练核心以后，现在跑跳都没问题，然后他的棒式也可以撑2分钟。那其实我的课程来讲都是不是太难的，你只要有一张瑜伽垫，然后透过我们设计的动作，把你每一块肌肉一块肌肉处理好、训练好、刺激好，其实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具备的功能。因为我们就讲，我为什么要练这个？我为什么要练这个？我告诉你，练这个可以帮助你起床不会卧病在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看到蹲式马桶不敢坐，是哪一块肌肉出问题？我帮你训练好，你就可以自然的蹲坐了。
所以这一些肌肉训练完以后，你的生活品质会跟着提升很多。嗯，好，如果现在你是长辈朋友在看我们这个影片，你还坐着的话，哎，那麻烦你赶快站起来好不好？那如果呢，你是这个为人子女者，你觉得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这个长辈朋友，他们的确也有这个问题，都一直坐着，觉得我不想动，我不想动，哎，那麻烦帮你把这支影片传给他们看，让更多人都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谓这个徐教练他在推广的部分。非常感谢徐教练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